实际上现在玫瑰，没有怎么长，我还需要再种几个。这就是我们买的花，昨天买的 rose。红色的 rose， Papa Mayland， 这个也是，这是名字叫 Eiffel Tower， 这也是 Florida， 这个叫 Florida， 这个是我老公买的，昨天买的。Florida， La Savelana， 名字好好难说呀，都是红色的，两个红色的，还买了一个黄色的，这也是 Florida 牌子吧 ，Golden Bunny，Gold Bunny。Flobanda， 这是 Flobanda， 看到，这是 Flobanda， Floribanda， Gold Bunny， 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这是粉色的，这是 Plum Crazy。那么这些就是我们昨天买的五个玫瑰，今天呢我们就准备把它们都种在我的玫瑰园里，现在我去开始准备一下桶，它这个直接呢在袋子上它得有说明哈，还有告诉你用什么样的一些是玫瑰可以开花的肥料呀，还有它的防害虫的一些spray 呀，喷的药呀都有，那这上它都有，你看它有1、2、3、4、5、6、7、8种，就是八个过程。看一下这个玫瑰园现在是这个状态，有几个地方是没有，已经让我给拔了，因为它好像得了什么病，所以说这个玫瑰它是有那种专门杀，就是说就是害虫的那种药，直接就是预防它得害虫，它就你不要在它得害虫的时候然后呢再撒，不赶趟了，就所以你要在没有得害虫之前呢就预防，所以它有一种就是spray 就是喷的那种专门预防得害虫的一种药，这些其他的呢我这个幸运的是我这些年有5、6年了，我种玫瑰就是没有胆药，但是还没有得什么特别重大的疾病，但是呢长得也不是非常好，所以呢也长5、6年了，有些品种需要换了，大家看一下这种，这边的这玫瑰我想就要都拔掉，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可怎么治疗这种病啊，要不我就都把这些都剪枝，重新剪完它。你看它这上有白色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它这种得了这种病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还能不能复活哈，所以说我是这么想，要么就把它们全部都拔掉，你看这个已经慢慢死去了，要不然我种的玫瑰再种上的话可能会传染上，所以我可能把这一边的玫瑰都给它拔掉重新种，但是你看这个它也得病，它还顽强的还活着呢，你看还挺漂亮的花开的，所以说可能我会把这些
得了白有白的地方全给它剪枝剪掉。玫瑰是可以剪枝的，要剪的短一些。你看这个它也得病了，所以说这个病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治，治起来挺麻烦的。我觉得好像不行的话，我就全部给它剪枝剪掉试一下，要么就是全部连根拔起，然后重新种新的玫瑰。这个玫瑰好奇怪呀，它有种子呢。这个好像奇怪的玫瑰，我以前都忘了名字了。但是这个好像还没什么得病的症状，也有几个枝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想，我应该先把它剪枝，剪完了以后呢，我再重新种上我新的玫瑰，把所有就是带白色病毒的枝条全部剪掉，试一下吧。不行就全部拔掉，先剪枝，反正是。这些花呢，现在，这些玫瑰呢，我就现在开始准备把它搅开，放在桶里，放上水，然后它的说明上是浸泡15到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来照着它的要求做吧。打开以后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有刺儿，要小心点。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把它放在桶里。红色的，这个可能是小的红色的花，那个是大的红色的玫瑰，可以看到，它有小的玫瑰和大的玫瑰。这是一种粉色的，我干脆把这个粉色的以后再放在盆装里，放这个黄色的。因为我发现我只挖了4个坑，一共有5个，挖了4个坑，我还没有想起来把那个玫瑰放哪里。想怎么办呢？还是都种上吧。一会儿我再想办法找挖一个坑给它。5个玫瑰，现在我就给它放上水。它的说明是要放在水里呢，15到20分钟以后再往里种。在期间，我可能会去把那些生了病的玫瑰呢剪枝，看能剪多少，不行的话，剪不了的那个我就拔出来，换新的玫瑰种。它这个根儿是这样的，看一下，这个坏掉的根，都是这样。这是两年的 rose 了，就是摘的时候它是用2年的时间的 rose 嫁接的，我想是这样哈。
并且长出来的会非常快，如果自己气候要是好的话呢，就是会直接就开花很旺盛，在六七月份应该是很漂亮的。我有好多玫瑰的照片，以后我给大家放上看一下。好，现在把这个水先在这儿，让它给这个水给这个玫瑰泡一下。我去给玫瑰剪枝，看看有没有挽救这个生病的玫瑰的希望。走了，我放了一个桶，我准备把这些剪了的枝把它放在桶里，然后扔掉，不能随便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要不然它会长出不好的病毒来，和其他的都混了。就开始剪吧。就是我挖的宽20到25cm， 深也是20到30cm 这么一个坑。它这个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这个土呢也是非常有营养的土，所以呢我就直接把泡好的玫瑰放上去。现在呢我就把泡好的玫瑰放进去，因为这边还没有红色的玫瑰，所以我决定把红色的玫瑰放在这儿，那种因为边上是白色玫瑰，和这个红色的玫瑰配的话应该是，看这个是红色的玫瑰，然后说明书上说是这一个这个地方呢不要埋在土里，要在土的表面上，所以呢我就这样放，让它长会这样长，对，然后放上土，我应该把这个纸全都先拿下来。就这样把土放进去，这个土是黑土，他们叫 meal mud， 所以呢也就等于充足的养分，因为我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用这种土不用那种玫瑰的那种肥料也可以生长得很好。然后他说是让他在边上搭一个小挖坑给他，就灌水浇水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在中间，就不容易，你看这个有什么，这个土非常的好，看有这么多蚯蚓帮我挖这个土，所以这个土非常好。然后给这边上呢就慢慢的挖一个，就是不是挖一个，就是就一个凹形哈，这个玫瑰是一个凹形的，边上砌一个圆圆的一个小墙，
如果你浇水的话呢，那你就不会被怎么样，就不会被水流到边上去，就会这个水就会砌在这个墙里，就叫这个玫瑰，就这么个道理。就是就像这个墙搭了个水墙一样，让这个玫瑰先吸收这个水，然后慢慢再渗透到底下去，不让水直接就流到墙外边去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帽子给它盖上，就像一个毯子一样，帮它保温，然后也保湿。有的时候这个帽子也是不要靠得太近，也是搭一个像墙一样的围墙一样的给它，让它有个喘气儿的空间，就是这样。好，这是种玫瑰的经验和大家就分享在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分享、订阅，还有点赞我。好了，玫瑰都种上了，开始浇了，希望它们茁壮成长。漂亮的玫瑰。美不美呀？有没有一点点想种玫瑰的心动呀？那么我们就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种玫瑰吧，把你们家布置得像玫瑰一样芬芳漂亮。好，今天呢种玫瑰的经验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记得大家关注我，打开铃铛订阅我，分享、点赞我，下次再见。